那你就不生完这一胎就绝育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能看住吗？他现在能做那个什么吗？引金铲之类的。现在啊，40天不能做。40天不行啊。嗯，20几天。20天。因为20几天小的，他是几天两天，他是2个月就能生，他是就8天就能生。现在就活了呗。他现在活着呢。哦。那肯定是活着呢，那我开心了，咋不能活着呢？哦。嗯，肯定是活着的呀。那你早一点，比如哎，你别使劲，宝贝儿。就比如20天的时候，你要不想要，我不同意了呗。知道再吃就走不了。家里狗太多了。你再激动腿就走不了了。哎呦，该整一服。然后背过完事儿了，你不想要呢？黑子。怎么样？你哪看得住？一、二、别的呢？没事吧？黑子。有3-4个啊，至少我感觉这些不好数，都叠一起。我扫到这边毛多了，我就看不着了。你看这左边这块就飞了，你就输气了。这个肯定是。